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。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。把厨房的地面拖一下。把厨房的地面拖一下。我想把床单和被套换一下。我想把床单和被套换一下。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意大利面。我想吃意大利面。你能帮我洗一下菜吗？你能帮我洗一下菜吗？你需要我煮米饭吗？你需要我煮米饭吗？我已经煮好了。我已经煮好了。我来洗碗。我来洗碗。你需要什么材料？你需要什么材料？你需要切洋葱吗？你需要切洋葱吗？你能帮我煮面吗？你能帮我煮面吗？谢谢你的帮助。谢谢你的帮助。你洗澡了吗？你洗澡了吗？我要用那只薄荷味的。我要用那只薄荷味的。好的，我给你拿来。好的，我给你拿来。还没有，我等一下再洗。还没有，我等一下再洗。你要用哪种沐浴露？你要用哪种沐浴露？我要用那瓶薰衣草味的。我要用那瓶薰衣草味的。洗澡的水温怎么样？洗澡的水温怎么样？你要梳头吗？你要梳头吗？
我要输一下。我要输一下。你觉得这个锅好用吗？你觉得这个锅好用吗？你能帮我找一下开瓶器吗？你能帮我找一下开瓶器吗？它在这个抽屉里。它在这个抽屉里。它很锋利。它很锋利。把洗碗机里的碗筷拿出来。把洗碗机里的碗筷拿出来。把客厅的沙发套换了。把客厅的沙发套换了。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觉得这个菜需要再煮一会儿。我觉得这个菜需要再煮一会儿。你觉得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有点咸。我觉得有点咸。你能帮我找一下餐巾纸吗？你能帮我找一下餐巾纸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切好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切好了。你能帮我拿一下炒锅吗？你能帮我拿一下炒锅吗？你能把厨房清洁干净吗？你能把厨房清洁干净吗？我们一起来。我们一起来。我来擦灶台。我来擦灶台。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？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？马桶需要修理吗？马桶需要修理吗？窗户需要清洗吗？窗户需要清洗吗？你需要我帮你擦桌子吗？
你需要我帮你擦桌子吗？我已经擦过了。我已经擦过了。你能帮我把垃圾倒掉吗？你能帮我把垃圾倒掉吗？我会帮你倒掉。我会帮你倒掉。你需要我帮你收拾厨房吗？你需要我帮你收拾厨房吗？地毯需要清洗吗？地毯需要清洗吗？我看到上面有些污渍了。我看到上面有些污渍了。我发现它无法加热食物了。我发现它无法加热食物了。你要用哪种梳子？你要用哪种梳子？我要用那个宽尺的。我要用那个宽尺的。你要涂防晒霜吗？你要涂防晒霜吗？你知道我的钱包在哪里吗？你知道我的钱包在哪里吗？你需要毛巾吗？你需要毛巾吗？我们可以把米饭放进锅里煮熟。我们可以把米饭放进锅里煮熟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蔬菜和肉类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蔬菜和肉类。我想把客厅的墙壁擦一下。我想把客厅的墙壁擦一下。我想把窗帘拆下来洗一下。我想把窗帘拆下来洗一下。我来擦冰箱。我来擦冰箱。你能擦橱柜吗？你能擦橱柜吗？我来擦地板。我来擦地板。厨房现在看起来很干净。
厨房现在看起来很干净。你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吗？你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吗？你能帮我把床单换一下吗？你能帮我把床单换一下吗？你要用哪种床单？你要用哪种床单？洗完澡后，你要睡觉吗？洗完澡后，你要睡觉吗？味道很好，你做得很棒。味道很好，你做得很棒。你能帮我找一下盐吗？你能帮我找一下盐吗？是的，我很累了。是的，我很累了。你要开空调吗？你要开空调吗？不用了。现在天气不太热。不用了，现在天气不太热。我要用那个白色的。我要用那个白色的。我需要加一点香菜和巴西利。我需要加一点香菜和巴西利。你需要煮多久？你需要煮多久？你能帮我把地板擦一下吗？你能帮我把地板擦一下吗？我来擦桌子。我来擦桌子。你觉得这个火候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火候怎么样？我觉得还需要加点盐。我觉得还需要加点盐。我来试试味道。我来试试味道。我们可以把它们放进锅里炒。我们可以把它们放进锅里炒。我们需要加入番茄酱和调味料。我们需要加入番茄酱和调味料。你想吃什么样的汉堡？
你想吃什么样的汉堡？我们需要准备汉堡肉。我们需要准备汉堡肉。这道菜做得很好吃。这道菜做得很好吃。我来扫地。我来扫地。你要盖被子吗？你要盖被子吗？你需要枕头吗？你需要枕头吗？你要开灯吗？你要开灯吗？我来加点水。我来加点水。今天晚上我想做意大利面。今天晚上我想做意大利面。我们可以开始准备酱料了。我们可以开始准备酱料了。我们需要把洋葱和大蒜切碎。我们需要把洋葱和大蒜切碎。你觉得这个菜的颜色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菜的颜色怎么样？我来加点糖。我来加点糖。你觉得这个菜的口感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菜的口感怎么样？好的，我来加点酱油。好的，我来加点酱油。这道菜做得非常好吃。这道菜做得非常好吃。你能把地毯上的异味清除掉。你能把地毯上的异味清除掉。把客厅的灯具擦一下。把客厅的灯具擦一下。我需要把厨房的烤箱擦一下。我需要把厨房的烤箱擦一下。今天我要打扫卫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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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